Baby， 我哋今日出嚟揾食啊！我叫 Baby， 唔系得我一个人嘅。Baby， 今日我哋终于可以出嚟揾食啦！好似你咁嘅样，食多啲好嘢就会快高长大。系啦，冇错啦。咁今次咧，芬芬同小小好开心啊，就可以联同咧 MyFam 跟你揾食嘅优胜者嚟到大城堡揾食噃。特别多谢 Home Shop 家乡豆奶啦，一碗简单嘅美味，除咗系啲豆奶好饮之外咧。今次佢幫我哋埋曬單嘅，哇，好開心啊！而且咧有好多好多好多選擇嘅點心啊！任性唔嬲 ，OK？ 嚟嗌壺靚茶，攤點心啦！好痛我啊！喐 ！Hello！ 好痛我啊！好痛我啊！好痛我啊！多謝紅叔，喂，喐佢啦！好痛我！呢個就係 Super Darling 好出名嘅雞窩包。睇個樣子跟你的樣子差不多，都是非常美味可口的，是啦，受歡迎啊。好像吃鮑魚的感覺，小籠包首先就是要咬個窿，之後將湯汁慢慢地煮，啊，你不會浪費湯汁嘛，煮完之後就大啖大啖地，嗯，好簡單嘅美味 ，Cheers！ 嗱，我哋揾食咧唔止得一站嘅噃，咁啊，大家準備好去下一站揾食未啊 ？Let's go！ 耶！耶 ！My friend 跟你揾食，剛才食過美味嘅點心之後，我覺得個肚子又未咁飽喎，雖然睇到咁大咯。嚟到呢一站，哇！真系实在太多美食可以品尝咯。嗱，有鸡饭啦，有啊呢个炒鬼雕啦，炒老鼠粉啦，有炖汤啦，跟住又有蒸鱼。好啦，食得一面，我哋好肚饿，好积极喎。真系好多正嘢，嗱，咁多美食一定要配搭烘腮家乡豆奶先够滋味噶嘛。一碗简单嘅美味，嗱嗱临啊，开餐啊！听闻咧呢度咧都好出名蒸鱼头噶噃，所以我一于嗌蒸鱼头。OK， 咁啊鱼就金凤鱼啦。OK， 俾我一个。蒸金鳳魚，咁啊當然啦，大天時你食啲湯水噶嘛，飲啲湯水噶嘛，有燉湯啦。咁啊，你要咩燉湯？蓮藕、蓮藕、西洋菜、西洋菜、黃瓜、老黃瓜、西洋菜、西洋菜。咁我要老黃瓜。好。燒肉燒雞。OK。一個人，你哋？夠咗。夠咗，淨係一個人食咁樣一碟一碟食下食下食下，我覺得都好飽啊。有啦，你食咩？鐵板麵。OK， 我幫你餓咗。你兩個跟我嚟。炒老鼠粉唔要辣椒，食嘅细嘅，啊，坐出边啊，辣椒炒索冻，啊，喂，开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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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耶！我食系由烘腮家乡豆奶为你呈现，烘腮家乡豆奶一碗简单嘅美味。多谢晒大家今日上面出嚟同我哋揾食，下次仲有食嘢冇？哦。